3D 动画啊，也可以在这边呢啊，动画地上的彩绘呢也逐步呢，那、啊、今天来揭开序幕。将来呢，我们这个在目前因为劳工处还在施工呢，我们这个地景包括阶梯这个彩绘，我们现在还在突破当中呢，把这边变成一个彩绘园地，配合这个景观桥，配合情人桥，配合我们的这个万年溪的整治呢，形塑一个这边是一个啊，不单只是休憩运动，也是呢谈情说爱，甚至呢啊聊天约会的好地方啊。这个地方它不但只是在整个啊城市美学的景观，是城市休憩的地方以外，也是一个屏东城市美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啊迈向新的一个里程碑。所以呢，特别呢啊，借着这个情人节活动，也让屏东市民更多的参与。将来在从情人节揭开这个活动的序幕呢，一直到我们在农历春节，在这边有一个农业啊，农历春节的啊，在我们这个广场有一个春节市集，有文化市集啊，包括有像也可以来自啊国内外的好朋友到屏东一游当中，不要忘了啊，情人节当天赶快线上报名，爱屏东生生不息啊的2015年的情人节，不要忘了屏东热情的乡亲在等待大家，共同度过一个啊快乐愉悦啊浪漫的一个啊情人佳节，也祝福大家情人节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谢谢大家。期待今天拍摄到新人啊，可以送给他们一样东西，不是另外他们还想要铲子的，这边谁变啊？周丽好，来周丽好。对，你喜欢谁干？所以这对是能走下来，这是把管丢特技的金铲子啦。